哟，抓起来，抓起来，抓起来，哇！欸、我刚不是有换卡车喇叭吗？怎么好像没变一样啊？尬起来了，尬起来，尬起来了！左转哦，左转哦，后面的左转哦。环岛第一站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全部跑掉了。高速公路的这个商店站，商店站。欸、为什么他那台那么快啊？好不科学啊！哦，他不是这一台啊？他好像是这一台。但是不知道、哦、他可能起跑、啊、他死了他出车祸了没有他没有死他成功活了。他刚不是倒在地上吗？没有，他爬起来。我们去看一下。哎、欸、不要撞不要撞不要撞，拜托拜托，撞了会坏啊。啊，你要复活了，你要复活了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我当雷残人。我知道，我看你倒在地上啊！好啦，各位，这个是高速公路的第一站啊，我们的商店站，商店站。不知道哎、欸，哦啊，双载可能会比较慢，也是有可能。到了，耶、yeah, ，停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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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哎、欸，这个不是停车格哦，这个不是。哎、欸，停车格在哪里啊？我看一下。啊，找个好地方一起拍照，把车停好，把车停好。我跟你的车一模一样啊！啊，弄哦，够派气啊啊！马基，你不是修车工吗？我不是啊，我有不用买修车包啊。来，我帮你修，帮你修。哎、欸，我也去买一下，我去买一下修车包。哇，大姐，我卖给你，而且我卖给你。修车包也太贵了吧？在这里的太贵了。这样，我卖给你，我给你，我没有换啊，我只想说预防一下。欸、你卖个十个给我好不好？我已经没了。一个要20000多块，太贵了吧 ？OK。没有，我们这边卖2500了。啊，你卖2500啊？那你卖我，我送你啦。不要啦！哇，送我这么好。我也送你10个，我也送你10个。这么好，真的不用钱啊？啊，不用钱。每个人都土豪。走吧，换岛。还没拍照哎、欸，我们刚要站远一点，这样才拍得到全景。啊，有个纪念就好了。来，时候不早了，早点出发，走。下一站是沿着路线哦，好不好？还有一个那个商店 ，Go 环岛第二站，两公里处的地方啊、哦，不然怕人家撞了就岔赛了。哦，第一人称这么帅啊！第一人称其实真的蛮帅啊！哎呦，哦 ，Oh my god 嘞！哦，他刚撞了一下，真的吓到了，这个人包铁哦，一瞬间撞了就死翘翘了。好啦，过了这个矿工的地点啦，我们要右转。哦，小奶奶，我的车啦，错一个，又惊一个。抱歉，那个啊，伺服器那个。修一下。K 美，太雷了啦！哎、欸，我是被撞啊！修一下。也太雷了哦！明明就是撞我，我不是故意的、啊。哇，你带小 J 哦，这么好。我应该也买一只的啊！你别提呀！哎、欸，你的猪插进你的屁股里面了、欸，所以我才要臭的哦，唔汤哦。哎、欸，各位，其实这样看很像安德呢，好像安德哦，这只好像安德哦。阿杰好了，阿杰。哦，好 ，Let's go！ 啊，谁的宠物啊？哦，这个要逆向过去耶，。哎、欸，忙弄个便宜哦！要加油的自己加哦，要加油自己加，快点！日落黄昏之时呢，这么漂亮的，赶快拍一下。最漂亮的，来拍。火烧云了！哇，你们怎么这么爱养猪啊？我叫个猪肉大餐给你。他们都好爱养猪哦！天哪、啊，是怎样？大家都买猪哦？看你要吃什么品种的。来吧，拍个投降照吧。啊，现在已经晚上7:58了，我们继续往下一站前进。下一站就北边了，走吧，飘向北方了。有啦，我知道会压整体呀。谢谢，哦，好多猪哦，天哪！好啦，各位，我觉得你应该当志工了，你太累了。不是啊，我也没怎么用，它就坏啦、啊。走了。哦哦。哎哎哎！
我的车啊！哎呀，快死了呢，快死了呢！走路可以老火呢，你看，下次走路环岛啦啊，那得无代志啊，走啦！我法拉利跟那个玛莎拉蒂互尬互尬，他们在推挤，他们在推挤哦，差点又被超到了。哦，你鞋子很帅，会发光的。快到了，各位，我们的下一站又要到了。这次还蛮快的，环岛如果是以一个距离，然后一个点的话，其实蛮快的。哇，兰博基尼就这样子呼啸而过啦，过头了，各位过头了。好车哦，过头了。好，我们以后就来都开同一种车款，然后换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好像哦，各位你们看。那只狗真的好像，真的很像我的红茶呢，几乎长得一模一样。哎、欸，接下来直接去那个鸡半部的中间哦，就那个有刺青的那边了。超商西啊，个败皮啊，鸡半部是你后座的。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那个啦，后座的太重。我修修看，我修修看。不可能，我很瘦的。哎、欸，你那个圣诞帽那个，你买那只狗多少钱啊？这只一万块哦。那只一万块哦。可是它的屁屁一直在磨后轮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下次狗具啊，该换车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知道这车这么雷啊？耶、yeah, ，我们超越 S 两千了哟！哇，但是其他车都好快啊！糟糕，前面恶意追撞，糟糕了！哇，要山水沟了这个。哎呦，错节。哇、哦，有没有很神？哎、欸，瞬间闪过那个洞哎、欸。OK， 快要到了下一个点。刚刚这样子随便闪，刚好就瞬间闪过去，也是蛮屌的。OK， 各位看一下跨海大桥。哦，电影镜头，道路。海边的餐厅，有没有？海边的超商，对，这边就是 Santa Papa 啦。有没有来这边风景多好啊，是不是？让我们走过去那边看一下夜景。来，我们去下面海边啊，下面海边看个海吧。追你追好久，爱你。看来。来，我们来浪漫的慢慢走。慢慢走。我们来浪漫一下。你是叫什么啊？你是养什么猪啊？我在叫猪啊，还是你要叫鸡？啊，猪来了，猪在后面。你们看，被我特别劲的呢，简直长得一模一样。观众，阿杰简直跟他长得一模一样。公杀我！来啦，来这边看看月光。欸、你看那个云啊，有没有？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准备啦，一。二三跳啊！好，抛弃他，走，快走！百玩不腻，抛弃他，快点！我想要看看我有几个人这样子，结果啊，只有一个！哇，拿光八高子把人家车撞坏了！哎、欸，我们直接回那个游乐园了，好不好？等我几年，直接回游乐园，不然下一个商店太近了。尬车！啊，我死啊！不同的路。笑啊！鸟喂！没想到我车这么硬啊！这样。Oh my car is broken！ 车辆维修。阿杰骗人跳海，哎、欸，这就是一贯的套路嘛，是不是？等一下先不要太靠近。哎、欸，好了，来吧 ，Santa Monica， 快到了。其实很快 ，GTA 环岛其实真的很快，不像飙过环岛，真的是非常久。有个喜力。哦，喂。你说有什么在这呢？为什么你都要撞我的车？你说什么？为什么你都要撞我的车？你说，去把车给我修好，过去修不好我就把你的脑袋修一修了。看这么皎洁月光，哇！哎，好了，下次小心啊，好不好？
哦，天哪，差点就死掉了。来，我们三台停这里。巴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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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母汤母汤母汤。我也会，我也会。机车会凹进去，机车会凹进去。哎呀，三二一。哈哈，波浪了。好啦，走啦，最后一站了哦，最后一站哦。Go， 刚好白天了。这边我觉得死的几率会非常大。才刚讲而已。啊！死！我才刚讲。哈哈哈哈哈！叫救护车！叫救护车！我们先把他的机车移到旁边。他还没买保险呢。你看安德，安德在哭哭啊。没有啊，我已经上线快两个小时了嘞。最后一站，走吧。安喽安喽。哦，这边这啊有哎啊，这边有那个道路维修啊，这边要慢一点了、啊，不然等一下又死掉了，又要死掉了，感觉等一下又要死掉了，可能撞到旁边又会死掉了。到喽，各位，我们到喽。OK， 回来了。哦，你哎、欸，这台是谁的？这台是谁的？借我开一下 ，H two 啊，各位。我试试看哦。慢。看起来会慢吗？感觉很快呢。外形好看，但好像真的尾速可能比较快吧。哦。声浪还不错啦，声浪还不错，但是好像没有我。没有轰达那台快耶，好奇怪哈！蓝宝没有，我这劳斯莱斯，真的没有很快呢，真的越安全所以越贵，生命诚可贵。哎，你这台借我开开看，开他的车看看，这个感觉还蛮快的，我很快的感觉呢，好轻盈哦！哇，这个也太快了吧！哎、欸，好快哦，加速好快哦，哇，好好看哦，声浪，哎、欸，那这台再借我开开看 ，BMW， 哦，它好软哦，它好软哦，跟那个蓝宝坚尼还是有差啦，但声浪也是好听的哦。那鸟尾啊，这甩尾车，这请甩尾车啊，甩一下，给我甩一下看看。好啦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感谢啦，感谢啦。你说这台250万、啊、我太穷了，太穷了，只剩脚踏车了。不错啊，改天骑脚踏车环岛啊。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喜欢的频道，也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随时按下小铃铛，追踪我们的平台。我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，感谢大家辛苦了。